们的光临。哎，学生郭德纲，嗯，张文顺，哎，在座的各位，我这边话筒没声，万事如意。我们这儿呢，嗯，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诸位。人是越来越多，哎，来了不少啊。对，有住的前三门这儿的，您算是近的。嗯，有远的啊。远的到哪儿？大兴的。哦。昌平的。呵。海淀的。瞧瞧。延庆的。呵。上礼拜还有两位台湾的。啊，有时候有。散了之后拉着我的手啊。啊。郭先生啊，太喜欢听相声了。啊，人家哎。好啊。是啊。不过很抱歉呐。怎么了？我得赶紧回台湾了。哎呦，得走。有机会再听吧。啊。时间不早了。嗯。一会儿走啊，105就没车了。这台湾人在北京住店呢。啊。他得倒地铁去。说明什么了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大伙儿喜欢听曲艺。对。喜欢咱们这传统文化。哎。当然了啊。嗯。不能完全要求，怎么呢？有人不喜欢相声，哦，你跟人着急也不成，那就不对。嗯，允许您不听，不来没事哦，打发人把票钱送了。你财迷呀你！人也不来，票也不来，就不合适了。什么不合适？啊，合适，就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嗯，有的人不喜欢这个，有的人不喜欢，喜欢养花啊，养草啊，各有所好。看个电影啊，对，每个人的爱好它不一样。那是啊，就拿后台来说，我们后台几位？四位老先生，我们四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各有各的爱好。李文山李先生，李先生好什么呀？好吃。这个人就是嘴馋。嗯。吃，嗯，大饼卷馒头，就着米饭吃。嗨，哎，多少粮食啊！嗯，今天来的时候啊，来的时候一进门我一瞧，嚯，怎么了？提着4斤切糕，这干嘛呀？不是您拿这干嘛呀？是啊，一会儿印厂用。渴了都吃，你这玩意儿。印厂印的这份上也算古今第一人了。要是那么胖啊。邢文昭邢先生啊，邢先生好喝酒，好喝点小酒，离不开酒。对，那天喝多了，怎么样？拿筷子当鸡爪子，愣吃一根半。呵，筷子也糟点。王文林王先生，他好什么呀？好搞对象。这怎么证明啊？这一辈子搞了70000多个，不，但是没成功啊。啊，失败一次呢？啊，拔下一根头发做纪念。哦，老了老了，安定下来了。怎么了？都拔干净了，没得拔了，不好了。张文顺先生，我好什么呀？好打牌。哎，就这么点爱好，可不是赌博，不赌，玩儿，对，玩儿，也不上外边赌去。嗯，家门口街坊，街坊四邻，张奶奶、李奶奶、王奶奶、赵奶奶，孙婶、二姑、三姐、四舅母啊。我这是三八麻将俱乐部。哎，好啊，怎么都是女的呀？您这个值得表扬。怎么表扬啊？替国家分忧，解决中老年妇女就业问题。都赢我钱，算跟我这儿补差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不管是扑克也好，啊，麻将也好，对，牌九也好，嗯，它本身是个娱乐的工具。哎，这是娱乐，千万可别赌。对，古话说得好啊，怎么说？酒赌无胜家，这话不假。喝酒是喝厚了，耍钱耍薄了。再论的吗？喝酒的时候啊，都愿意对方多喝。都互相劝酒，越劝越热乎。哎，交朋友们，交朋友，耍钱不行。耍钱怎么了？都恨不得对方输钱，谁都憋着赢，自己多赢钱。对，人的本性全出来了。哦，有的人指着吃啊，嚯，指着吃，还有这路人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呀？耍钱贼，赌棍，不上班啊，拿这个当买卖干。瞧瞧，满处扫听，哪有牌局啊？跟人玩去，他进门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怎么样？他得先侦查。哪是正门？嗯，哪是侧门？嗯，哪是后窗户？嚯，哪是厨房？嗯，出了这个门是什么街道？是什么胡同？嗯，怎么能回家？这干什么用啊？它有用啊！嗯，都踩好道了，大伙儿这儿一玩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警察抓赌，对，他头一个站起来，怎么样？嘣，把灯摁灭了。呵，
桌子上钱一划了，揣在怀里边啊，推开后窗户翻出去就回家了。是他卷包会，嗯，多狠呐啊，多饿呀，这叫耍钱贼哦。有那个笨人啊，是啊，有笨人，笨人什么样？我们后台曹云金的舅舅，哦，知道，也跟他长一样，也那样啊，也这样，瘦高个，热心肠，好玩牌啊，天津人哦，到哪儿一玩牌去，好张罗，嗯啊，人家玩牌都坐在外边，是啊，他不行，他呢？好，你老你了，啊，我得上炕里头去，我啊，里头踏实，我上里头，上里头去啊。哎呀，我这双大皮鞋搁哪儿呢？新买的鞋，新买的，一百一这双鞋啊！你瞧瞧，搁哪儿？搁地，别给我踩了啊！搁桌子上，那不像话，没这规矩哈！啊，搁微波炉里边，嘿，那不行，你不让他，人家是不让。哎，给我搁那柜子里边，搁柜子里边，省得人。收来，收来，您给锁上。对对对，钥匙就搁你口袋里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呵，这鞋安全了。玩吧，玩，玩的半截，啪啪啪一砸门，警察进来了。嗯，呼啦超全跑了，全跑了，就剩他一人跟炕上坐着。他呢？警察还问呢。嗯，人都哪儿去了？啊，你来，都走了。哼，你呢？他呢？我跟您走吧，我啊。他走啊走啊，走不了。啊，鞋在柜子里锁上了。呵，笨人，真笨。可是，一沾玩牌啊啊，好多人这瘾都特别大。哎呦，本来没精神，跟这坐着晕头打脑，对，一说玩牌，呵，精神就来了。有这样人，潘云霞他爸爸就这样。哦，哎呀，咱玩完牌那了不得。是啊，从心里边高兴。嚯啊，嗯，白天不敢，嗯，怕人逮呀。哦，晚上玩，晚上六月三伏啊，家里空调坏了。呵，把门关上，多热呀！哎呦，那屋里跟笼屉似的。瞧瞧，窗户门关好了，被帘都拉上。干嘛？背后褥子挂好了，都挡上，怕抓堵的。四间坐得了啊，桌子上铺块毯子。这为什么？不能扔牌呀。哦，怕有声音。怕出声音啊。嗯，屋里有灯不敢开啊，换一小灯泡。嗯，这灯泡跟松子这么大。嗨，那能看得见什么呀？外边拿黑油漆刷上。呵啊，坐在这儿。嗯，你拿着牌。不能扔，嗯，要一扔这牌怎么样？那三家都得站起来哦，准得磕脑袋，看不见。本家先看，呵，修理钟表的，六万要吗？呵，这一宿打一圈牌，那可不是吗？这玩意儿多慢呢，耽误功夫。就是，打牌的时候啊，是最看人性的。哦，这能看出人性。哎，一打牌，人的本性全出来了。是吗？往这一坐啊，要说赢牌了，赢牌怎么样？真有这个主啊！啊，摇头晃脑，眉飞色舞，高兴，瞧哪儿都痛快。是啊，你给瞧这个，把牌立起来啊。起好牌了，茶壶茶碗都没有，怎么了？鲤鱼拐子全是事儿啊！你瞧瞧，哎呀，麻将也有，搭子也够，啊，一吃一碰，这就算是胡了。你瞧老听了，瞧这玩意儿啊，今儿这天儿也好，什么天啊？有日子没这么好天了啊！是啊，刮点风不算大，下点雨挺凉快，你听这雹子多解闷儿，这是好天儿啊！嗯，你瞧这牌局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这手，怎么了？可这香啊，这啊，瞧瞧，晚风轻拂风拂岸，唱上了。出沙滩，砰砰，没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，他串到二人转上去了，真是高兴，这是哦，眉飞色舞耍哦。要说两三把没开胡，怎么样？要了亲命了哦！摔牌骂骰子，这毛病都来了。四家打牌，那三家不是人了。呵，刚坐这小白脸儿，嗯，一会儿功夫，这脑袋跟山里红似的，急了。好，嗯，满了好啊。怎么了？我心里边发满，哼，牌不好。傻小子，看画一样一张，嗯，谁也别挨着。怎么了？谁挨着谁怕起劲。呵。我是鬼迷张天师，有法也没法了。瞧瞧，闪电神掉冰窟窿里凉半截了。我现在就是啊，哪那么些废话呢？糊啊，糊了打烧火的吧？我糊，我糊窗户，我就，嗯，我都走不丢。怎么了？南北全都有，你看。瞧瞧，牌不好。哼，你这破牌啊，嗯，把缺德搁在车上，怎么样？忒缺德了。嗨，给缺德抓把盐。怎么了？齁缺德了，他缺德找你了。你六万就讨厌。怎么讨厌啊？打刚才三六九万找着他没在啊？你刚才干嘛去了你？他哪知道干嘛去了？说是呢。哎，嗯，也别说。怎么了？
跟你做一对脸好得了，这对门啊，猪八戒下凡没点人样，你瞧瞧你，招他了啊，嗯，上回跟你做一对门，我输了1700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瞧瞧，改明跟你做一对脸，扭头走，我跳河自杀，我不跟你一块玩，我告诉你了，哼，毛病，倒霉模式，我也知道咱俩是犯相，知道吗？犯什么相？你属狗，我属鸡，鸡狗不到头，白马犯青牛，哪儿哪儿的都是啊，挨不上，我挨着这是、嗯，你这狗不是好狗，我告诉你吧，怎么了？狗头狗脑，一瞧就柴狗的串儿、嗯，人招你说你。你倒霉模式，倒霉模式，你脑门都绿了，啊、嘴巴子香翡翠了，你说啊？嗯，青果值钱豆瓣绿啊，净吃菠菜了，你爸爸大力水手是怎么着？你哪儿那么些废话呢？这是对门，对门，上家下家也活不了。上家怎么了？他打一张牌啊，人家上家保不齐也有。对呀、啊，可别顶单。要顶了章呢？顶章就骂街。呵，什么喜气、啊？他打了一桶，一桶，人家也打一桶，这也富裕一桶。当时就急了，怎么了？好、啊，好、啊，不错呀。怎么了？不错呀。嗯，庙上不见顶上见呢。啊，拆对顶我，你错到这儿让我糊一个，那不是赶上去了？我招你，我惹你了啊？咱俩多大仇啊？这是啊、嗯！我挑唆你家务不和了，谁呀、啊？我把你孩子扔井里了，我撺着你爸爸离婚了啊！谁呀、啊？哪个哪儿啊？这是你错到这儿，我胡一把怎么的了？这是我这错不开吗？这什么叫说话？说话该说话说话啊！哪儿的事儿，坐着跟粪堆似的，挺大人傻面贼心。我招你了，傻面贼心嘛，这不就是一个？还乐，你还乐多瘆得慌啊！别呲牙了，你看那牙多大个啊！掰起来画上腰肌扔排队的，就是他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招你了你啊！哪天牙掉了，别扔给我，干嘛用啊？我刻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怎么满是废话？跟上家，上家，下家也如此。下家呢？他出一张啊，打完了，下家你说吃是不吃？那人家吃呢？这吃就是闲话，是吗？呵，这打一张牌，妖姬，妖姬，打完人家下家吃，哈啊，伸手要摸。别动，怎么了？你都不怕烫着啊？呵，什么叫吃？嗯，啊，是您这妖姬啊，妖姬就吃啊。你倒不忌口，大夫你也白看了，医院白去了，那40斤药你也白吃了。错、啊，大夫怎么跟你说的？怎么说的呀？不告诉你忌妖姬吗？没有这大夫，哪大夫说这个话啊？这是吃他一张啊，吃他一张，不吃也不行啊。人家不吃呢，打一5万，5万，啊，谁？人家不要，伸手得抓牌去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急了。别动，呵，别动，不是您怎么还在动手的呀？废话，嗯，牌还不让你抓吗？啊，我先问问你，我这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用不着，什么用不着？闲来之忙了用，知道吗？呵，有等着的吗？这叫5万，你懂吗？捉五魁就指着他了啊！我都打算要，他那净一桶，你知道吗？嗨，啊，哪儿的事儿？不是您这人不讲理，我用不着，什么用不着？你用什么？哗啦，扒拉躺下了。什么人性这是？您是什么人性？这是你这种人怎么玩牌呀、啊？不是你立起来，你立起来啊！你瞪我干嘛？怎么你脑门也这么绿啊？他照的，你看到吗？嗨、哎，都照他了。哎呀，我说你，哎、啊、哎，把烟掐，烟掐，是，别抽了。嗯，好，哪这么辣眼呢啊？瞧瞧，哪这么大的瘾呢？啊，玩牌姐妹，抽烟姐妹啊，你横双袜子不一样过瘾吗？你啊，好，这哪受得了的这玩意儿？那么狠，沏点水喝，沏点水喝，嗓子眼都冒烟了。呵，长期不知道我这人呢 啊，没这么些事儿，知道吗？您这事儿不少啊。玩牌就是玩，痰桶哪儿去了？哥、啊，这搁一痰桶，我好啐个痰。昨儿把痰桶拿走也没告诉我，都吐血里边了。我告诉你，哪的事儿？就是、什么人性这是？天快亮了，准备点早点啊！啊，买点烧饼果子，买点油条，知道吗？你瞧他调点，煮碗馄饨，下40个鸡蛋啊！嚯、啊，你坐月子呢？哎呀，哎，哎，不对啊！怎么了？哪来股子味儿？这是？打刚才我就闻见。没有啊。嗯，臭牙花子！嗨，我招你了！我说这么腥气呢啊！啊，你看看去。可了不得，给他包边算狠着啊！那不杠味儿吗？褶着嘴里那味儿啊！不是你这臭，不是，哎，不是这儿啊！不是你，哎，火！怎么了？这儿串脚气呢！哎呦，我的个天爷，您可真行！怎么了？啊，玩牌是姐妹，串脚气也姐妹啊！串也没事，完事洗手去啊！串完脚气跟着葫芦牌，嗯、啊，我抓牌还爱站唾沫啊！行了。我说打刚才这么闲的，打算齁死我呀、啊、你啊！啊，脏、啊，像话吗？你们这是啊？真不像话！瞧见了吗？啊，这就是输牌了。这种人性，瞧见了吗？啊，有好处吗？没好处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对，过去还有这么一路玩牌的，哪路玩牌的？老太太玩牌。哦，妇女同志，梭胡，对，这叫纸牌，纸牌，哎，有这么路，斗纸牌，对，
其实到时候不是斗牌哦，斗话哦，斗嘴，连说带聊。平时没事 啊，一到这会儿功夫，怎么样？陈枝子烂谷子全想起来了。是啊，哎，哦、这庄稼抓得多。对啊，没有别的人，都是什么大婶啊、二舅母、三姑老爷啊，哎，反正街坊老太太们接着街坊坐在一块儿，嗯，把牌弄得了。这庄稼得先抓，对，他只要一抓，这开始废话就多了啊，话就来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啊，我可不累做头一把庄了。怎么了？做头一把庄啊，啊，且不开壶呢。是啊，今儿大妈找我时候啊，啊，可没提二姐在这儿。是，要说二姐在这儿，我们可不来。嗯，二姐净闲说闲话、啊，坐一块不说话还活得了啊？可不是，姐们在一块待着干嘛呀、嗯？大热的天了，是不是？看电影闷得慌，看京戏又不懂，听评戏没有，看别的咱们都看不明白，也就坐一块玩牌。我姐做姑娘那年头，我就爱玩这个、哦，多有意思！啊、十块八块算个什么？毛八七谁往心里去？是百八十咱们。过得着，姐们在一块儿广是交情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老姨来了啊！今儿可不是老姨在这儿啊、嗯！老姨在这儿，我们今儿可不来。怎么了？老姨昨儿可不对，弯心点打胡牌，结果没胡吧？啊、人家四舅母胡的，胡不胡牌买牌赢能有多少钱？是不是？是啊、昨儿回家晚了，三点多钟了，呵、啊，买胡也没怪，这个炉子也灭了，咱地也没扫，是屋子没拾的，孩子也空，咱也闹、啊，我爷们跟我吵起来，他怕我才不跟他着那急了、啊，他跟我瞪眼，我也跟他瞪眼，我告诉你们啊。跟我瞪眼、啊、他磨蹭我磨蹭那个犯不上，怎么让我睡觉闹差不了了，这都对，早上起来接着跟我闹、啊、他卷我卷他，他给我一嘴巴，我把大罐给他撕了、啊、我可不怕他，在娘家做姑娘时候我就好玩这个、啊、因为这个没少跟我妈打架、啊、这孩子别老跟着我，劝出去看有卖线的，买点线给你爸爸盯一会儿缝大罐、啊、我跟您说今儿叫我出来根本没有时间，家里好些活呢、啊、衣裳也没洗，盆都泡着没刷呢、啊、米饭也没弄，孩子都没喂了，说你说桌子算个完事儿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一十二十要可了不得，我包了，怎么了？48张啊，全抓来了。感谢各位啊，这个这节目叫赌论，哎，也叫打牌论，哎，是咱们的传统节目。对，当初前辈演员高德明先生，嗯，王世臣先生、哎、郭荣启先生，这三位老先生都演过，说得非常的好。对，咱们呢是学人家一丁点皮毛，哎，连老先生的一丁丁点都赶不上，还努力吗？还需要努力、嗯、是不是？对，相声呢现如今挺微的。怎么了？咱们实话实说 啊，不是多么的火爆。是，你看今天了吗、啊、来的这些人，嗯，我估计全北京爱听相声的都到齐了。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全北京传统节目是1000多段啊，经过我们演员的努力啊，怎么样？还剩下200多段，那就继续努力吧。基本上都给弄得差不多丢了。听相声啊，跟过日子是一样的。啊、怎么一样呢？跟制产业一样。是啊，应该是越听越多哦，不能越听越少。嗯，那1000多段相声听就剩3段了，演员的脸上也不光彩。对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相声不是这么好说，也比较是最简单的形式，也是最复杂的一门形式。特别娇嫩，有嘴就能说啊。但是呢，怎么能说得好，这就难了。不好说好了不容易，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，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，尺寸的问题。哎，这个劲头很难拿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大腕明星呢，为什么说观众说听这个相声不好听呢？啊，毛病就在我们这些演员呢。啊，有的人没等学会他就红了，你知道吗？红得太快。哎呀，走。有头再学去吧，又耽误功夫挣钱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把这都知难而绕，知难而退啊！不，知难而绕，知难而退，走一条捷径啊！哦，弄点别的作品什么也挺好。对，一个人一个活法，哎，不要求别人都来跟咱们一样。嗯，但是我们这些演员呢，尽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祖师爷，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观众朋友们。来，我们努力。众所周知，演员是四门功课，说是哼蒙哎。按你那，按我这个，你那是，要不然就按你那得了。按我这坑蒙拐骗，按我这都得弄起来。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哪门功夫都不容易。哎，跟我们最近的是古曲。哦，对。其实现如今来说，古曲啊跟相声犯一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嗯，传统作品的大量的流失，也许多演员都不干这个了。对。啊，我们有曲艺学校，有。我们也有曲艺培训班。嗯。大批的小姑娘去学这个古曲啊伴奏啊，学完之后呢，成功的呢都输送到歌舞厅去上班去了。
那行也需要人。其实很多的曲种现如今都听不到了。哦，有什么曲种呢？都听不到。你看这个，现在有京韵、京东、西河、老亭、对，梅花，也就这些。也就这。其实早先不是。早先呢？早先很多好的曲种啊，好多形式。是啊。比如说过去有个竹板书。哦，竹板书，北京有。哎，竹板书打了七块竹板唱故事。哎，分两种，一种是北京竹板书，一种呢是河北竹板书。哦，两种。唱个前后七国呀，唱个刘公案呢。对，很好听。哦，那一唱得是这个样的啊。嗯，您给瞧一瞧。慢打毛竹，书又归了本正，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。是才本是半部参书，前后七过端，还有这么两三段啊，没有把它交代清。那里的丢来哪里找，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，那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，你们各位接着听啊。奉请在座的众民工，因为它热闹更好听。哎，这是精彩。京派竹板书，竹板书，哎，关顺鹏关先生唱得好，关顺鹏，关顺贵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很少听得到。嗯，过去还有一种小凤调，小凤调是就是北京的铁片大鼓，哦，唱起来好听。是啊，啊，春雨折春，金谷天，夏上芒夏。二暑相连，秋暑薄秋，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，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，清明佳节独把分园，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，苦命的这妓女何人把她可怜，嗯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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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凤调，小凤调啊，包括西河大鼓，现如今听到的都不多了，也不多了。好演员老的老，有的是去世。对，其实西河大鼓过去不管是短段还是长篇都非常好听。是啊，是吧？嗯、大堂上书通于墨，大方悲声，尊了声相公。在家一门盼望，你忘了我不是您的小书童，只哭得三班的压抑悲声大放，只哭得王马照张眼通红，只哭得公孙策拿不住毛笔，只哭得南下展昭放了悲声，只哭得包大人堂上坐不住，这个小雨墨来做了门，双双对儿嘟双滴滴滴滴哒哒哒哒，石头在前胸真好比完了显得珍珠一样般通，他是一把一把他也擦不清啊。西河大鼓，西河大鼓，这是包公案。哎，还有咱们这个北京琴书，现如今呢也是很危机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个关学增，关先生啊，关先生，大伙儿都爱听关先生唱多好、啊。好啊，在列国有一位大校，名叫闵子骞呐、啊。当当当，一段龙比东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啊！嗨，不是一回事啊！不是一回事，不是一回事啊！多好听啊！好听。还有咱们的铁片大鼓，现如今听的很少了。铁片大鼓，铁片大鼓，不是王佩臣唱那个吗？对，王先生唱这个，嗯，分好几种，一种是王佩臣王先生唱的，还有一种是唐山靳文然靳先生唱的。哦，那个烙亭大鼓，嗯，是浓重的唐山风味。是啊，唱起来好听。嗯，头戴着白，身穿着孝，三尺麻绳啊，急着他的腰。左手拿着那千张纸，右手拿着那江水瓢，男人烧纸画十字，扶着人家烧纸的画元宝，画了一个元宝有金盆那么大，留了一个口儿把这西南冲倒，会中取出了三宗宝，火融火势火连包，蹭的隆的拿着了我这灰
头，就问这个指点刀，火花白纸把青眼猫，跪在了地上就哭嚎啕，哭了一声天儿，我叫了一声别儿，我哭了声婆婆的儿子，丈母娘的姑爷，大伯子的兄弟，小叔子的哥哥，大爷子的妹夫，小姨子的姐姐，我的媳妇怎么死了？啊，这是唐山的。对啊，对。天津北京一带还是听王佩臣王先生、啊、对，王先生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哪儿呢？他垫虚字儿垫得好，嘴里净是虚字儿，很俏皮，显着啊。嗯啊，八月里的这个，哎，这个原词没有，加这个词儿，这个哪个、啊、小零字儿，很俏皮哦。这么大的艺术家，文革的时候曾经受到过冲击啊，那会儿都这样，都这样，好多老艺术家都这样、嗯、对，王先生也是如此。他呢赶下舞台不让唱了，怎么样？给把笤帚哦，扫地去吧，在剧场搞卫生，扫地去了、嗯、啊！这天正扫地呢，嗯，造反派这头来了，来了。造反派长这样、哎，不要这样，不是这样啊！造反派不这样，哦、都胖不拉几，黑了吧唧。哎，不要有人身攻击啊！啊，你攻击半天了。嗯，王佩臣，过来，瞧瞧，吓坏了，这扫着地呢，赶紧过来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把笤帚拿过来。真吓坏了。瞧瞧，要说不让扫地，这次一会儿更大，这楼子更大了。我好好唱，好好唱，您给我一个机会，别废话啊！好、啊，把笤帚抢过来了。怎么样？给你词儿。哦，照着唱。哦，什么词儿啊？接过了一瞧，主席诗词、哦：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好啊，这个。拿你那什么那个什么铁片大鼓什么啊？拿套，拿套，照这唱，唱完出去唱去就行了啊。呵，很高兴，给一机会啊。给一机会，拿那签套吧。那个没问题。中山这个风雨起苍黄，多好听啊！百万雄师啊、嗯，怎么能够过大江？把笤帚还给我吧。这虚字加出多大楼呢？哎，谢谢。感谢各位啊，大伙儿对曲艺是非常热爱啊。哎，从本心来说，我们也愿意多给大伙儿说一点。是那样。哎，但是因为这个确实时间关系，咱们剧场晚上有演出，待会儿还有任务啊。晚上呢还有这个旅游团，一万多个旅游团一会儿都来，是吧？哎，说让人跟门口等着不合适啊，所以呢不能像原来似的这么尽情的满足大伙儿。现在再唱点，来这个再给大伙儿唱唱。哎，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。哎，唱这个唱全了。我挺喜欢唱这个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挺有人生哲理的，给大伙儿唱唱这个。老朋友有听过了，但是今天有新的观众您没听过，哎，您跟我们一块儿咱们回忆回忆，温习温习，温习温习。各位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你这三样啊，你这三样是一样，自个儿挑啊，自个儿挑啊，挑什么挑？我是绝不强求啊，我这人仁义着呢，知道您唱吧。说天亲，这就来了，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怎么不亲？天有日月和星辰啊，对呀、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。多少的人谁都得走，说地亲，地呀、啊、地也不算亲，怎么了？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、是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坟看旧坟，名利耽误多少人呢？说爹妈亲，父母，爹妈可不算亲哟，爹妈不能永生存呐、啊嗯。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，一捧黄土雨泪纷纷，都得走。说媳妇儿亲，两口子不算个亲，这怎么还不亲呢？背着丈夫外边找亲人呢，出楼子了。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闷得密呀、啊，我最讨厌这事儿。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子恩。我媳妇儿走了。说小蜜亲，没这可有意思。
不算个亲哟，你拿出金银财宝，他现了身，有招马死黄金进，钱花完了，他跪着东西就进了这张文顺的门。我媳妇走了，他接班。嗯，要说亲，谁亲？观众们亲，不讲。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啊，对。康熙的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哪句？没有君子不养一人，千真万确。昨日里唐风冒雪来到塞北大西北，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，山不转水转。我劝诸位怎么样？酒色财气是君莫沾，别沾。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离远点儿。没事儿呢，就把这相声大会进，不讲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嗯，抱拳拱手啊，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您。